这里是意大利威尼斯泻湖。星期日，这个著名的旅游景点聚集了2000多名环保分子，他们分成多艘小船，向到港的载客游轮鸣笛比手势，抗议游客的到来破坏了泻湖的生态环境。They are destroying this city that is unique in all over the world. It's unique in the world.古老的威尼斯宫殿是船客上下岸的地方，平均每一天都会迎来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游轮载客后会途经威尼斯泻湖、德卡运河，再去到威尼斯客运码头。由于人流如潮，这里的生态环境包括海水、淡水以及生长在浅河床的生物逐渐受损，形成永久性破坏。小小的泻湖每一天必须迎接6万多名游客，